怎么有可能？没有，现在还在讲话，站长。现在先问。如果有团建广场的话，就可以试试看。对，那我们刚才有提到，我们111年南区卫生所有复建我们的银发健身俱乐部。那今年度也是非常谢谢我们数位产业署用经费之力提供了一台智能的银发健身器材。正常。那在我们的照护站绑定小卡，来，我们同仁操作一下。我们只要在外面的照护站绑定这张卡片，那我们再来感应一下，它就会依据我们身体状况进行第一次的量测。量测完之后，它会给出一份身体健康报告，它会告诉你说你现在的体年龄是多少。它就是重复做这样子踩的动作。那这样子的量测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还有手部，它会去测量你的肌力。那整个健康报告，它就会告诉你说你的上肢啊、下肢大概的肌力是多少，然后你整体的年龄是多少。然后我那一次量完我的年龄41岁，我就觉得很难过，这样就是踩起来非常，它其实会有点吃力，但是因为它是我长者银发健身俱乐部，所以它的阻力会有一个一定的上限。那它会依据我们每次的量测会有2分钟，它会依据这2分钟量完的结果给你一个健康报告。那下一次我们再拿同样的卡片来滴的时候，它给你的运动处方就是依据你这一次的健康报告所产出的运动处方。这样，这是今年度也是谢谢舒发部舒产署的经费之力，让我们银发健身俱乐部可以再有这个机台这样子。那目前相关的数据也都是串联到我们数位的健康医师。对，两次这样，他说你要加强怎么改善。对，他会说你哪一个地方，因为他是全身心，就是手和脚和髋关节都有，他会说你哪一个地方需要再加强。因为下次要有增加的数位。对，他就会哪一个地方需要练习，他就会练习。其实这整个银发健身俱乐部就是我们健康计划，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这你行出不完呢。大家都来。大家都来。这个很好。要轮流做。这个很好嘞。轮流做啊。这是你好。这是我们的第一对吧？对啊。我要上班的嘞，那我们还有麻烦市长还有各位贵宾，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从外面绕出来也可以。那我们南区卫生所，我们是
道，除了运动之外，营养饮食也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农区卫生所这边也有营养示范点，我们邀请市长可以来参观一下我们农区卫生所的营养示范点。你马上来抄写，好啊好啊，加入会。对，大家都来报道，你来上班。嗯。我们有营养师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南区的营养中心的营养示范点。对，啊这边。分数啊，怎么看啊？还有那些营养，那当然是模型啊。但是呢，其实他们也会有那个实作的课，然后让他们来实际知道怎么操作。所以它这边有一些基本的厨房的设备，哦，冰箱啊这些基本的都有。对啊，因为那个我们主秘都叫我说局长，你不是很爱煮吗？一摇一摇应该可以住起来。所以我希望有一天我退休来这里主教大家。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对对对。对，好，大家好，我是那个南区这边的营养师。对对，那因为我们这边呢，主要是示范点，我们会有帮民众做简单的营养咨询，比如说他像是他血糖稍微偏高，或者是胆固醇过高，我们都会安排他来做我们的咨询时间，一个人大概是30分钟。对，那这边的话，我们会大概介绍用简单的模型跟他介绍说什么是六大类的食物。那六大类的食物，我们基本上除了说跟他介绍之后，我们还会要做分量的介绍。怎么样吃才是不过量，才不会造成自己的血糖跟一些生化素质的异常。那当然我们在我们的计划里面，我们也是会不定期的安排一些像是我们的烹饪课程。那我们的烹饪课程其实也会帮我们民众设计说，哎，怎么样吃可以增加你的肌力，怎么样吃可以增加让你的哎什么素质可以稍微下降之类的，所以我们会注重蛋白质、纤维质，还有他们该注重的营养素。对，那这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流程。对，谢谢。要预约吗？要预约。对，我们就是但免费。对，免费。营养师这边问一下哦，营养师你能不能瘦？加入会，你是有运动还是有？有我来不定什么时候收费。我很想问一下，因为那个每次在电视上都会看到什么糖尿病，就叫你吃完赛，就叫你吃什么，所以我也有很多民众会问说，他要请假干美三剂啊？基本上我们是有糖尿病配方，那会依照说，哎，你的血糖指数是不是适合吃，看里面会增加膳食纤维，但是我们还是鼓励民众没有牙口，一定要针对我们的人。原来的食物去特色，因为这些大部分都是给那一些我们要健康的啊，或者是已经可能要进入病病态状态的一些民众在家。对，因为有一些人他会糖尿病国人的肾结率很高，是，所以你要有一些这个怎么样子教导他们在中老年人的老人社团里面去教他怎么样吃。比较不会，当然运动很重要啦，是，但是饮食也很重要。对，因为也是，尤其他饭后血糖比较高的人。对啊，对啊，因为现在民众其实也是配合肌少症，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去，就是在讲饮食之外，还会带一些肌力的训练课程给民众做参考。对，OK， 谢谢，感谢，我的酒力安尼可能快要两个半。那也是提